又到了中秋团圆的日子，为着好热势，着其长辈麦当温暖过节。何必同国家虽然兴盛会，这会上参关怀长辈，特别在加码月饼的下陪伴时代来温暖过中秋。每个月固定由家政妈妈制作美味便当，关怀地方弱势长辈。一处在加码月饼的下，要让长辈过一个温暖的中秋节。因为月圆人团圆，那何台镇农会也与我们和美形象会。一起来做关怀我们独居老人，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那和美镇农会的家政妈妈呢，也是做爱心的便当以及可口营养的透明书。那我们希望透过与善心人士捐赠的物资，我们一起来关怀他们，让他们感受到过节的气氛以及社会的温暖。啊，农会因为嘛配合着中秋哈，所以有做月饼要来送好在。弱势族群的家庭，然后千禧四十会，嘛哩今仔日来送一寡现金要予阮慈善会来使用，嘿，即真多谢各界吼，拢对即个慈善会活动吼有认同啦，佮有人捐米果箱，佮有人捐肉酥，即拢是寄出来的，因为即个中秋节寄出来的物件。虽然兴盛会志工只会帮忙把物资分担、月饼甲便当搬到车顶，后车道真甲满，拢是来自各界爱心，希望好弱势长辈伫咧大家团圆的日子，也能感受到社会温暖。大中新闻叶芳如何必采访报道。